出了一个新功能，所有网友在首页中可以查看该使用者的超话访问记录。结果有网友就发现 Angelababy 的列表上依旧显示还参与前夫黄晓明的超话，而且已经是第三级粉丝，显示有一定程度的关心。而黄晓明的参与超话清单上则没有 Angelababy 的名字，反差让不少粉丝心疼，觉得 Baby 对男方曾用情至深，现在也还是爱着对方。但也有人认为 Baby 应该是几年前就关注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整理，与是否还爱前夫没有关系。对此 Angelababy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不过似乎已经重新整理微博，目前参与的超话列表上已经不见黄晓明的踪影，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